我们的台湾会馆的董事长，也是裴英宏国策顾问，致欢迎词。谢谢姚处长，张正义副处长，陈明勇主任，还有我们建文处跟我们中心的，今天看到许多的长官，还有我们侨社许多的会长、市长，还有我们侨务局的前辈先进、女士先生们，大家午安。哇！首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台湾的人家，我们是在这里洛杉矶省台湾会馆。今天很高兴我们能够在这里来听我们这个让台湾进入联合国的系列。我们今天的主题是那个是2758学英文的对它的圈系，因为2758学英文的关系，那我们在台湾的在国际的空间一直受到打压，一直受到压缩，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对2758的联合会会对我们对台湾的发展的在国际的空间，一定是让我们不止我们大家，甚至在国际上我们的影响都会更加的了解。谢谢。再来有请我们的驻洛杉矶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纪清耀处长致辞。大洛杉矶台湾会馆董事长田一萌国策顾问，还有我们林荣松国策顾问，台湾人民公共事务会洛杉矶分会李元曲会长，还有我们今天的语坛人，有我们的这个董事台湾馆董事叶俊麟董事，还有我们秘书长吴兆峰会长，还有我们这边有一位南加大的这个东岸博士生啊，还有我们现场各位超级先进，大家午安，大家好。首先，我要非常的感谢我们南加州侨界团结起来啊，共同呼吁国际社会要正视我们台湾参与联合国的问题。那台湾大家都知道啊，去年的国际贸易总额是第全球转折点啊，第19名，这样是算是一个经贸大国。是啊，全世界联合国的会员国大概快190了啊。那台湾排名全世界是第19的贸易国。出口是16大，进口是21大，人口2350万。虽然我们的国土面积不是很大，但是做人口做贸易总额在全世界是数一数二的国家。大家是不是帮自己国家鼓个掌？尤其最近啊，这几年台湾的这个台积电在美国亚利桑那设厂，那个是ODB，然后后来又增加啊，那个是400亿、600亿。大的金额投资，等于是美国外来投资的第一大啊，最近这几年啊，第一大的投资。台湾这么经济、科技、贸易，在全世界都是数一数二的强国。但是呢，我们却因为民国不是民国啊，我用1971年啊，1971年到现在是53年啊，台湾却因为53年前的联合国大会2758号决议。被摒除在联合国之外，一定过程上当然大家觉得公平吗？不公平啊。那这个议题呢，我为什么特别感谢我们台湾会馆来办这个主题？早期只有大概把外交部的人知道了啊，被勾起大家这些感情。2758号决议，包括我们同事有很多人不是外交部的哦，一忙在那相关的上啊，因为他们不用考啊，文化部啊、教育部啊，哦，他们可能大学生这一点会去了解。但是很多人，包括我们自己的同事，也不一定了解哈，就用压力灾，就是难灾啦哈。那今天我非常感谢，现在我们台湾有共识，希望能够从2758号的这个决议去着手。是啊嘛，53年前，咱无法度，好，咱也不能离开联合国。啊，这嘛53年了，那个时空环境已经变迁了吧？53年前你可以说这样，53年后还这样吗？不行嘛，啊！所以，我们今天很高兴，我们这个台湾会馆办这个活动，让我们了解53年前的2758号决议到底说了什么。
让我们部门加入联合国，那我们离开了联合国。哎呀，到了53年之后，是不是还是应该要这样？还是应该还给我们台湾一个公道？好，那今天我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来参加这个活动哦。我跟大家讲，至少要了解三件事情。好，第一件事情，蒋公下面跟2758，你知道蒋主管什么是2758？就当时1971年我们退出联合国的时候，联合国大会的决议让我不能参加，就离开了。那个是什么东西？那个决议文很短，但是大家知道那是什么东西的第一个。第二个，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阿公啊，中国哦，到底怎么样把这2758号随便欧流水走青菜干水，随便解释成是一个中国的原则，但是其实里面完全没有讲到台湾，他就把都说哦，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是因为2758号决议大家都这样决定的啊，你错哦啊，这个是他就错误解读。我们第二个要了解的是中国怎么样的错误解读。然后叫世界各国一样跟他们一样错误解读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样的一种原则，他怎么样错误的去利用这个决议来错误解读。好，那第三个，那不断地搞对不对？好，那如果等一下或许我们语谈会触到，如果语谈做到的我再补充，美国政府到底对2758号决议的立场现在是什么。好，那今天大家能够把这三点到在还有一些大家记得，待会语谈也有讲到的时候哦，能够期待吸引一下啊。来讲一个，什么是2758号决议？第二个是中国怎么样错误解读2758号，把它误用成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第三个，美国政府最近的立场啊，其实他们立场有点改变啊，大部分的话，都还是蛮支持我的啊。那他们立场到底是什么啊？那希望大家在今天的这个座谈会里面能够了解到这三点。好，那我最后再次感谢我们台湾会馆所有的侨界领袖，还有我们在座的所谓的乡亲，今天特别拨空来参加我们这个研讨会。这个研讨会，我就我所知，是不是南加州第一场在这个2758号主题的讨论？对，第一场好哦，我们参加很多研讨会，2758号真的是第一场，因为这个哦议题是有点深奥。但是他会花点时间理解，其实不难理解。那早期都是外交部在处理。那我们希望，我们现在政府希望我们从我们的国人，从我们的侨界领袖，未来我们希望美国的政要、美国的朋友，还有全世界的朋友，都能知道我们的困难、我们的难处，也希望他们能够还美与公平。好，最后我再预祝我们今天的活动圆满成功，谢谢大家。努力的听，那我先稍微很简单的介绍，我们今天有五位演讲者，非常精彩的演出，不是演出演讲，开始来，我讲到你们名字站起来挥挥手一下啊。第一位呢，会演讲的是吴兆峰，他是发爬的副会长，谢谢您。然后第二位呢是董乃瑜小姐，现在是在 UAC。是我们的发马会长李贤群会长，第四位是叶俊麟会长，第五位是我们的林荣松国策顾问，谢谢，他也会帮我们做 Q&A，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开始我们的让台湾站上国际舞台，谢谢。各位乡亲大家好，好，欢迎来到台湾会馆啊。那我是那个吴兆峰，那是洛杉矶台湾人民公共事务会洛杉矶分会的副会长、前会长，目前全国代表。那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跟这么多非常优秀的那个演讲者们一起来讨论2758决议。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我现在放这个大家知道为什么 logo 是吗？对，很高兴大家都知道那个 logo 是什么。那我们今天会探讨的地方就是这个2758决议，还有中共的不当连结。那我知道今天会有很多精彩的材料要跟大家分享。那我的时间有限，所以我会比较客观的在简短的方式来去就是
介绍，那有任何不完整的地方，欢迎你跟我多指教。好，那我先开始让大家看到，就是说，其实呢，现在目前整个中共就是一直让全世界知道说，台湾 can't join， 为什么呢？因为 UN 二十跟二七五八 say so。那台湾一直都很，其实我这个台湾呢，并不是只是政府，或是只是人民，或只是一些组织，而是整个台湾权力想说，为什么？为什么二七五八哦，不准台湾？中国是对的吗？那先介绍一下自己哦，我简历呢是台湾公司，我刚刚讲到是副会长兼做股份代表，同时也是会馆的基金会秘书长，那也在这个美西夏令会我参加了招收的理事长，那民进党理事长国际会的发言人。那其实我在这个台湾运动里面三十年，很多年轻人都在太阳花之后开始，但是其实我很早就从千岛湖事件的时候就知道了，就是其实开始关心的事情，那就是希望台湾有朝一日能够努力不是国家民族的国际社会，那各国一起合作维持对等的关系。那首先跟大家介绍联合国到底是怎样组织。通常说联合国，有人讲说联合国哦是一个很神秘的组织，有人讲说联合国是一个无人的组织，到底是什么组织？它其实是由主权国家，所以那主权国家来组成的政府间国际组织。那他们享有自法外权，意思表示说他今天的总部在。但是他是不是纽约政府管？不是哦，他是不是美国联邦政府？联邦政府管到哪？因为他有自法外权。那他是依照联合国宪章，就是他们是 charter 一个他们的宪法，然后来促进各国的国际法、国际安全，还有这个人经济发展、人权自由等等这方面的合作，所以很重要。那在1945年成立的时候，他是取代国际联盟，是万国联盟 （League of Nations） 成为更强大的国际外交。目前的193个无争议主权签约国，是无争议主权签约国，就表示你今天是一个国家，没有人说 no 啊、哦，你今天就是大家都知道说哦，韩国就是一个国家，日本就是国家，那个所以无争议主权国家，梵蒂冈比较特别一点，他们选择不加入，之前的瑞士他们选择加入，他们认为是个中立国，所以他们加入，但是呢，有这个主权国家，有科索沃，今天其实还有100多个成员国承认它是。是没办法进去的，所以呢，这个进去联合国这门槛是这样子的。那主权国家你不一定要入联 ，OK？ 你可以待在外面，就像梵蒂冈一样。可是是表述你要遵照这个联合国宪章的规范，是。因为联合国的那个宪章里面有讲到，第二条第六项，联合国身为一个组织呢，它可以基于这个宪章上面的规范呢，去介入或去让别的国家来去质量规范，不同的国家造成一个国际安全上的疑虑，或者说他是一个麻烦制造者，那国际社会呢，就是有办法经过这些联合国宪章的什么安理会啊，这样子不同的那个维稳维安的这样机制去介入。那联合国能决定哪个政府能够代表国会员，这个非常重要，也能够认定一个政治实体的参与身份，他到底是以会员参加联合国，还是那个观察员？像比方说，我们知道巴勒斯坦很多国家的人还是国家，很多的那个主权国家都已经维持那个良好的那个外交关系，但是为什么他们不是会员国？因为这个宪章里面规定一定要经过安理会，尤其常设安理会，他们在无意义的推荐才有办法进去表决，然后呢，接受安理会。所以到目前为止，巴勒斯坦他虽然呢，对在这个国际法而言，他是一个国家，但是没有办法。但是呢，再来就是说，除非特殊情况，联合国其实它身为一个国际的组织，它没有权利干涉它的内政或主权，也不能够判定领土主权归属。所以今天联合国会讲说，哦，你知道吗？这个乌克兰你的克里米亚被俄罗斯占领，那我今天通过决定，就决定说这个领土归给俄罗斯不行。他可以表达态度，他可以表达一个。他们的看法，但是呢，这只是一个政治上面的一个表态，那他们没有权利去决定这个领土归属，还有非自治地区的领土呢，他们通常经过这个自治原则来定夺，所以也是经过一个。我刚刚那个叫印尼的一个哈，现在讲，不是他们讲说，台湾已经没有在联合国之内那么久，为什么加入联合国？是加入有差吗？其实台湾2300万人，刚才技术上讲的非常好，就是
们这么多的数据都显示出我们其实在国际社会是居住这么一个地位啊，国际第三十大经济体，然后呢，如果从 GDP 来算的话呢，还有前十名。那其实你当参与主要的国际组织，像比方说，世界卫生组织在 WHO 看，台湾面对在 WHO 里面发生什么事情，这个武汉肺炎变成一个国际的大危机，然后呢，国际银行组织 ICA， 那么国际刑警组织 Interpol 这个抓这个海外的诈骗集团，国际化诈骗集团，还有国际货币基金 IMF， 这些非常非常多重要的国际组织，因为台湾没有在联合国里面，所以一直都没有资格去参加。那关系台2400万台湾人民币的政府，在外国呢其实也缺乏主权，国家该有权利。像比方说，本基处长他今天应该是要当总领事，对，但是呢，我叫他处长。今天我们的大使应该是大使。对不对？但是主代表，所以这些种种的呢，听起来好觉得说有差嘛，其实在国际社会里面，这就是一个差的代表。那再来就是人民无法得到其他主权国家的民主权，都是重要的，这不是只是官方而已。我们今天拿中华民国护照，可以去世界银行工作吗？不行，因为他们要一个会员国的护照的人去申请才有办法。今天你拿了护照，你有办法去联合国参观吗？所以这个其实是对人来讲这个基层的差异。那再来就是说，这就是我们大概都很熟悉的，在国际社会上面的外交方面的中国常常打压我，非常努力打压我。但是其他，如果中国今天对其他的国家做，即使对乌干达 ，OK， 他们这样做的话，他怎么做？他去国际法庭上去跟他投诉啊，因为他是会员国。但是国际法庭可不可以给予中华民国政府这样子的？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会没有资格？那也就是为什么台湾为何加入联合国？好，那这里讲到就是说，联合国我们都常听到后关后关后关一些，现在比较没有，但是之前常常听到的样子。那是因为总统副总统李登辉在1930年时候开始推动那个所谓的务实外交啊，政府能够申请重返联合国，那也有邦交国发言力挺的。都被否决。那前总统陈水扁他认为想说，哎，我换一个方式来做嘛，我以台湾的名义来申请入联，看可不可以，没有被接受。那联合国否决原因，其实我们恐怕这么多次是第一次，都只有一个，就是联合国大会在1971年10月20日通过的2758决议。那中国的惯例常就是联大2758决议不容挑战，一个中国原则不可撼动。那谁的2758诠释才对的啊？但是2758为什么可以否决入联呢？因为当2758决议其实它最主要是改变之后会有像这样子特别会就有更深入探讨这个决议，但是它的决议是改变中国在联合国代表权。原本蒋介石为首的中华民国政府在那年代，后来呢因为这个决议关系恢复给中国共产党执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而中共的立场是联合国的中国包括台湾。中华民国立场是联大2758决议并没有在包括在台湾中华民国。那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立场是2758决议，如果你记得那一段时间的话，2758决议等于中国立场，就是说基本上你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呢，还能代表你的处理法律上的可能。结果后来发生什么事情？欧洲的国家，美国、日本、加拿大这些大国都出来说都不对哦，包含给潘基文说全是不对，2758其实并没有决议。所以这里面的 keyword 是台湾的 keyword， 但是我之后回来讲这个问题。联合国中国到底有没有包括台湾，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知道，就是中国它认为，就它代表中国，那中国人认为自然而然台湾没有独立，因为涉及这个政治的发力，还有这些很多的历史脉络，今天没有办法跟你讲。但是呢，这个问题一直陷入国际社会处理大冲突啊，就是其他的。非常难解的问题之外，也是一个非常难解的国际问题。那国际社会认定台湾有很多的定义，我们先拿美国关系法，跟美国台湾关系法来讲好。台湾及澎湖列岛的地理名字，也可以是这些岛上的人民、公司，以及根据世卫组织岛屿法律而设立的组织。因为美法关系是变的关系哦，这其实也可以是1979年1月1日以前。承认为中华民国的台湾治理当局，以及任何接近治理当局，包括
知识分子机构机构里。那这个联合国看到台湾的时候呢，他们其实脑子就在想，这个可以是世界上统称台湾中华民国，也可以是台湾金融部，但是目前申请入境的机构已经都是中华民国政府，就联合国认定已经被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的中华民国政府。那台湾地位，我刚刚谈到就是说这个问题，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呢？我们回溯到之前一百多年前，1895年的时候，代表中国的大清帝国，那时候与日本发生战争，甲午战争。那个之后也签订了马关条约，就中国军永久割让台湾总统给日本。在1937年的时候呢，第二次中日战争爆发，那之后成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1943年，代表中华民国中国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也是那时候跟美国总统罗斯福，还有英国首相丘吉尔他们一起在那开个会。那经过几天的讨论之后呢，他们就是讨论到就是说。接受这个蒋介石当时开出的条件，就是战后可以把台湾统一归还就好。在二战达到尾声的时候呢，他们又在重新再来这个review他们的 MN 啊，所以在波茨坦公告之后呢，也声明说开国勋的条件必将实施。所以现在问题就是说 ，OK， 好，那我们看到了一个这个开国勋，看到波茨坦公告，感觉就是说台湾就是最后在战后的时候呢，会给日本。那台湾有归还给中国？那台湾有归还给中国了吗？二战结束之后，中华民国政府代表盟军接受日本投降并占领台湾，那个时候应该是一般命令一号。那他以盟军身份去接受台湾，然后以未来这个收复台湾作为准备。所以独立有独立史就知道，那时候那个中华民国到台湾之后接收了，就开始的规划所有的那个当地人民。填身份证，然后之后也开始跟日本那边做很多交涉，就希望说能够让这个未来的这个议和之前呢，能够做好这个收复准备。那大概也有很多人看一些电影，成龙那个《国人的人》还是什么电影，就知道说那时候其实日本，我忘记是哪个电影，但反正那时候日本也是出现状况，就是说中华人民国的国民以前是日本那个人民，那现在发生了这个治安上的问题，或者说有这个法律上纠纷怎么办？战胜国的人民还是属于日本，所以那时候其实这个收复作业呢非常复杂。那后来更复杂的是国共内战爆发，那中共击败了国民党后呢，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那蒋介石中华民国政府只要撤回到那时候不属于中国的台湾，因为那时候还属于日本。那1951年的时候呢，这盟国在美国旧金山开会。为什么？因为其实已经距离这个投降日本投降一段时间了，那不能够跟日本恢复这样子的一个正常关系，所以呢，那时候他们几十个国家在那讨论。那因为中国是分裂的状况，有一个北京政府，有一个台北党的政府，所以呢，在这个中国代表方面没有共识，然后呢，所以只是要求日本说好吧，那就是放弃台湾民主权。那这个以后反正这些人他们最后的中国代表权。这个成立之后呢，会不决定去哪做，不决定去哪做什么都是他自己。那之后呢，1952年的旧金山条约生效之后呢，台湾第一个是什么规定？让无法返疆的中华民国政府，因为那时候他们还没有办法打回去那个大陆去，所以呢，留在台湾继续做。那虽然大片的领土过去南京中，什么秋海棠，那剩下金马，但是中华民国当时仍然是国际认定的合法中国代表，享有所有。那这个就是《中英条约》里面特别提到这个领土的部分，就是日本放弃对台湾领土军的一切权利、决定权与要求。可是因为放弃对象没有清楚交代呢，所以这个基本上来讲，就等于是台湾不属于任何一个主权国的对国际社会来讲。那时候其实这个争议呢继续延伸下去，为什么？因为美国很希望跟中华民国合作在这个抵抗分配方面这个合作，所以呢，他们跟英国有一个小小的背景，就叫辩论，就是到底台湾是不属于中华民国？那台湾属于任何一个中国啊，这个是一个争议。那时候呢，美国是希望就是说这是实控制论呢，就是说台湾是逐渐归中华民国所控制，但未来这个法理上面的交接是迟早的事，所以台湾就是基本上两边是属于。那但是英国他们的比较
可能有些人讲法匠，可能他们比较注重这个法律上面的这个精神，所以他们那时候讨论完之后呢，伊丽莎白女王的时候刚当女王，那她的外交的那个大臣，他们那时候讨论完之后，他们决定英国的立场就是日本是放弃了所有台湾跟澎湖的领土主权，但是这并没有表示说他交给任何的那个中国政府，所以基本上还是未定的。那所以美国、英国后来在这方面意见不同，但是后来东西是还是不属于。那我们知道说，在过把这个历史再推进几十年，那时候呢，中国跟美国开始讨论怎么样两国实施一体化，主要是因为基辛格在70年代时候的努力嘛，和中国和周恩来见面。那这个见面的时候呢，谈了很多东西。那中国，大家可以猜到，中国第一个是谈什么？对，中国第一个是要谈台湾问题。他们觉得说，我进不进联合国那个是没差，但是我要台湾。那周恩来他其实也很聪明，他虽然说这个人在底层嘛，他还是很厉害的四两拨千斤，就是说这个台湾问题这个部分呢，这个之后再讨论。那可能以后呢，他们也会回归也不一定。那我们现在先不要谈这个东西，因为美国国会一直都是支持台湾。那我们现在先谈我们自己的这个关系法部分。那所以呢，他们两个人互相攻防之后呢，就变成一个这样的结果，就是美国一方面他不再重申台湾地位未定，因为周恩来第一个就是说你的国情还在讲这个事情，那他讲那你花很久不讲，那美国以后不讲不表示说他继续持有这个立场，只说不讲。所以中国那时候基本上来讲，可能他们跟美国交手的这个经验还不够啊，虽然说你们觉得是说好吧，那可能美国他以后会支持台湾的，那但是其实这个就是后来。为什么等一下我们先讲演讲者让美国立场改变的地方会继续说。那在二七五八决议前呢，因为到底吵什么，为什么二七五八决议，为什么要解决这个事情啊？其实那时候联合国已经里面很多委员国开始正视的事实，就是小小的中华民国只有这么多的努力，怎么能够代表这么大的中国，就开始很多国家觉得说可能是中国代表权，我知道中华民国是正统的中国的代表，但是呢，是不是应该要开始承认北京大哥？这边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热点。在1971年的时候呢，4月，美国密使莫菲呢跟蒋介石在两面上面讨论，就说出了双重代表权问题，因为美国不希望中华民国离开联合国，但是同时呢，这个国际压力非常大，一直要强制那个认同这个说承认北京政府。就是蒋介石表示，在保留中华民国安理会席次的条件下呢，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工作，这是他的条件。那在1971年呢，开始这个战争开打了。7月15号的时候，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及利亚为首18个国家提出阿尔巴尼亚提案或两阿提案。那这些可能在外交部待久就会很熟悉这一个提案是什么。那正式在联合国开始中国代表权攻防战，到底是代表什么？1971年9月25号，我们知道说，其实呢，虽然说我们只是一个 bullet point， 但是中间有很多很多程序上面很多的两边一直在钻研这个联合国宪章，联合国的程序怎么样去互相彼此主导彼此的那个 effort。那在1971年9月25号，是23个成员国，就是表示是中华民国那边向联合国提交了两阿提案。23个成员国呢，他们是支持承认北京政府提交了两阿提案的决议，但是日本、美国。等19国呢提交了复杂双重代表权一样，但这个部分其实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解释。可是基本上来讲，就是用不同的那个proposal 去希望能够保持中华民国还在联合国。最后大会决定就是76票赞成，35票反对，11票弃权的结果，就是23个国家提出他们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利问题的草案。这个双提案通过之后，是后来我们知道的情况。所以最终就是联合国中国呢，结论就是没有报告台湾。那2758决议呢，没有解决台湾问题。联合国没有，也无法片面解决台湾地位问题。联合国2758决议呢，没有涉及台湾主权归属。台湾的争议呢，从一开始到现在都不属中国领土主权，而且1758决议自然也无关台湾在联合国代表权。所以最后呢，台湾人还是可以用台湾为主权国家的名义争取加入联合国。